各位市民，我是陈家佩。我想大家和我一样，一直都是很关注领展这个问题，包括我的主要对手欧乐轩。而欧乐轩亦都在他的政纲里面提到，是要更改这个房地产的基金守则，令到领展不可以再拆售他们的商场。咁啊，同埋咧，佢亦都喺政府店門口咧，不斷喺度燒嘢啦。咁其實呢一個行為咧，我相信好難咧，就令到人哋真係能夠坐低同你慢慢傾。咁其實我陳家佩咧，亦都係之前將同一個建議咧，係真係拎咗上去證監會，交咗俾佢哋嘅總裁 Ashley Elder 去研究嘅。咁所以我喺呢度呼籲各位市民，如果你哋住嘅屋邨或者屋苑，同埋你哋樓下嘅商場出現咗一啲懷疑係違契嘅問題咧，希望你能夠揾我哋新聞黨，揾我陳家佩，我哋一定咧係會幫你跟進到底嘅。